今天要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超级红星欧萱来到 yes933。Hello， 大家好，我是欧萱。耶、yeah, ，这次呢，欧萱是推出了全新的一本书。那我还蛮好奇的，因为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觉得哇，颜色非常的亮，真的是能够吸引到很多人的这个注意。那这个书名呢就叫做 Sol's World: Somebody to Love。我看到的时候呢，我有点好奇，哎 ，Soul 是 somebody。To love 的缩写吗？不是哎，那到底 Soul 是什么呢？ Soul 是我画的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哦。对，当我想到要出书的时候，我就想可能可以画为主。然后当我设计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给了她一个名字，也给她一种个性哦。她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想法，想要去寻找答案，所以。这个是他想要寻找答案的一个方式，对。然后这本书《Somebody to Love》is actually a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对，然后他想要找到就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他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然后又觉得怪怪的，所以他要寻找答案。你觉得是这位女生要寻找东西，还是你要寻找东西呢？我觉得两个都是吧，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的那个主题，其实是大家都能够有共鸣的，就是说就是可能觉得今天起来又觉得心里怪怪的，或者是缺少了什么，然后就是很想去找到答案，可是也不知道去哪里找。OK， 所以就一直去找不同的地方，找不同的方式去找。你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灵感，想要分享这样子一个过程、一个故事呢？因为我觉得画中有很微妙的一种表达能力，对，然后。You know,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之前我的第一本书是以文字为主，可是也是一个个人的出发点，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可能就是我的生活中的琐碎的事，像小小的东西，或者是很私人的东西。可是这次我是以我的创作为主，然后我想要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很美丽的画，就是很鲜艳的，就是颜色。对，然后我本身也是一个很开朗，就是喜欢很多亮的颜色的一个女生。然后想要把这一点也分享给大家。没错，如果你已经购买这本书的话呢，其实里头不管是文字也好，或者是绘画也好，都是来自欧萱的。所以，两者其实都是欧萱一直以来呢都很喜欢，都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就是喜欢的习惯吧。稍后呢，再请欧萱呢，再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这本书的点滴了。今天呢，在直播室迎来的是欧萱。Hello， 大家好。也、yeah, 今天呢，欧萱是继续在空中呢，希望能够和你分享这次推出的全新绘画书吧，能够这样子形容吗？除了是有文字之外，也有你自己的画。我还蛮好奇，是先有画还是先有文字的呢？先有文字，对，然后我才能够拼出不同的画。OK， 所以当初就已经有这样子一个故事，是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了。然后就设计那个画面。OK， 是因为这个故事是你自己的故事吗？也不完全是啦，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都能够就是。relate to 的一个想法 ，OK， 对，然后就是想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然后分享我的话。好，那其实我在你的网上呢看到你说 ，Soul 它原本的这个模样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对，它原本是有黄色的头发，然后眼睛也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的这个 Soul 呢？它是怎样慢慢的退化，怎样的慢慢的变成现在的他？我原本刚刚开始画的时候，是当我写爱周刊的专栏的时候就开始写，然后有画。那个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画了。I took art for O levels， 对，所以已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终于就是开始画的时候，就好像小学生一样，就小孩子刚刚开始又重新画起。OK， 所以我刚刚画的那个小女生，其实真的很简单的一个 sketch， 然后我在想 OK 要给她黄色的头发，眼睛是大粒又圆的，可是眼珠就一小点这样， OK， 对，然后就慢慢的就是我的画的技术会好一点，慢慢的好一点的时候，他的样子也跟着也改变了。OK， 然后最后当我决定要出书的时候，我就决定把这个女生的形定下来，然后我就给她的一个名字 Sol， 这是一个 Latin name for sun，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朗、充满希望的一个女孩，然后我就把她黄色的头发变成红色，然后我自己对，然后我是一个很喜欢很多头发的人，所以我的女生的头发都是很大的。哦，然后我喜欢眼睛大个，然后就是睫毛长长的。OK， 所以当她打开眼睛的时候是非常大的，真的。然后她平时就是眯眯眼的，所以因为她的眼睛很大嘛，所以她闭上眼睛的时候，她眯眯眼是一条很长的一条线。是我有发现，可是我发现你是不是偷懒啊？你这本书比较多是线嘞，比较少眼睛是睁开的。可是开的时候真的好大。对对，有特别的原因吗？它总是出现的时候比较常是眯着眼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它的特征吧。其实我也还蛮好奇，经过了很多修改之后才有现在的 Sol 嘛？你觉得是你人生的哪一个？就是领域呢，是影响 Sol 的变化最多的呢？我觉得就是当我很专注，就是很 focus 想要出书的时候， Sol 的那个形象就出来了。然后我之前呢，就是在写专栏的时候，那个黄色头发的女孩，我会觉得是一个很代表性的自己。可是当我就是设计了这本书， Sol 其实有自己的一个性格，所以她不完全是我，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完全属于我的创作。OK， 是你的宝宝啦。是。锁定 GS933， 稍后呢也要和你分享了哈，因为呢来临的星期六呢，如果你已经买了这本书的话呢，欧萱将会在你的书上签名哦。哪里几点？稍后再告诉你。继续在空中迎来的就是欧萱了。刚才呢就和我们分享关于这本书《Sol's World: Somebody to Love》当中一些很精彩的内容，当然也说到这本书它想要分享的一些讯息。那其实刚才你也有说到在这本书当中的这个主角跟你自己其实很相同，因为你们都是很乐观的人，可是正常人应该也会遇到会难过的时候，会沮丧的时候，你应该也会有吧？当然有。那你会如何的面对这些时刻呢？当你遇上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我遇到难题或者是挫折或者是让我难过的事，我通常都会一个人躲在家里哭。因为我不是一个会想要去跟爸妈说心事的人，担心他们也会，对，我不想他们担心我。然后我的朋友也都很了解我，所以他们都会知道说，当我做好准备的时候，想要跟他们说的时候，我自然会跟他们说。OK， 对，就是到我就是很难过的时候，他们会 leave me alone。不然，如果他们不 leave me alone 的话，你会不会就把脾气发在他们身上，还是怎样的？也不会啦，因为他们虽然说就是不会过问，可是他们还是会关心我的，还是会你 OK 吗？你觉得你 OK 想要聊了吗？对，所以他们都很了解我。好，因为一直呢我都觉得你是一个不会发脾气的人，但是你会吗？你应该是人，当然会啊，怎样的情况下会发脾气啊？就比如说，因为我是一个很保护隐私的人，尤其是在外面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爸妈吃饭，然后对面桌有人一直在拍照，我就很生气。对，然后因为如果说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无所谓，因为这是我工作之内必须面对的事情。可是如果是我爸妈在的话，我会很生气。那你有没有走过去？然后有，我跟他们说 stop。真的假的？ stop shooting。哇，原来你那么凶的。对，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那个很想保护他们的那种心就是会出来了， okay. 就是 I'll be very very protective。Okay, 难怪搜的头发是红色的，然后也有一些生气的那种感觉。好了，当然呢，如果你已经购买这本书的话呢，希望你一定要多多的支持，因为呢，来临的星期六下午2点将会在义安城哈尼安 City 的 Kinokuniya 举办一场签书会嘛，所以如果已经买的话，欧萱将会亲自在书上签名。对，哇，另外呢，从这个月底哈，那就是5月30号呢，一直到8月份的时候，你也能够到新加坡国家博物院，因为呢，为了配合这个Children's Season， 欧萱呢的作品也能够在这个博物院当中看得到。是的，这次能够在博物院看到自己的作品，心情是怎样的呢？嗯，非常的兴奋，也非常期待，因为这次就是大家就是能够配合那个时间又刚刚好，然后就是Children's Season还有我的书就出了，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适合，所以他们就给我一个就是the salon space 然后我会跟另外2个 artist 合作，然后the whole salon is going to be called Sol's Journey. Okay. 然后就是从我的书中抽出几幅画，然后这2位就是画家就会有他们自己的 interpretation. One will do installations. 有一个是 puppetry.然后你就进入了我的空间，这样子。然后我会有2幅墙，蛮大的，然后会看到我新的作品。Okay. 对，然后一个是 it's very interactive， 因为有一幅墙是 it's a black and white line drawing， 然后就是。朋友们进去的时候会可以填上自己的颜色哦，就帮他加上自己喜欢的颜色。是，然后另外一幅画是一个 it's fully colored，but it's going to be blackened. It's an etching wall. 所以如果你想画好像一朵花，你就可以在那个黑漆上就是把它 scrape 掉哦，就会亮起来那个部分。所以大家就会很好奇后面到底是什么画来的哦，所以他们就要慢慢的去刮掉，然后才可以看到后面的画到底是什么，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你知道啦那个画，对。期待着呢，相信呢你也应该很期待吧，就一定要到新加坡国家博物院哦。今天非常感谢欧萱来到 Yes933， 最后有什么话想对支持你的朋友们粉丝们说的吗？其实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的书9号出的时候应该有1个礼拜多了，然后 Kinokuniya 就是 it went on a top on the bestsellers list for this week for Kinokuniya， 太棒了，所以很感激他们对我的支持，希望他们就是各位买这本书的朋友都会喜欢。没错，我已经读完了，也非常的享受在其中，因为除了是有很漂亮的文字之外呢，哇，画也是很漂亮，而且都是欧萱亲自画的，非常感谢欧萱来到 Yes933， 谢谢。